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祷告大军的主题是加勒将这三地给我的信心。我们先一起来用诗歌敬拜神。是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敬拜他。在今天早晨我们就来亲近他。是的，我的灵安静在你的面前。心意与你相连，我要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宝座已经设立在这里了，你的荣耀已经彰显在全地了。主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与你相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与你同在那种喜乐来相比。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一颗那种神圣的不满足感。主啊，我们要你更多，主啊，我们要你更深。主啊，愿我们在你的宝座前聆听你的心意，好使我们全人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使我们全人能够降服于你，使我们全人能够按你的旨意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荣耀当中，一切都恢复了，一切都更新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加勒将这三地给我的信心。约书亚记第14:10-13这样说，看哪、我现今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将这三地给我。这是加勒最有名的一个名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三地。我们今早要一起来学习加勒的一生，他所带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也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将这三地给我们的信心。第一方面，我们要来思想加勒的一生是一个坚定信心独排众议的一生。当以色列民到了加底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安排每一个支派派一位首领往他所应许之地做出窥探，了解当地的状况。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回到了加底斯，向摩西向跟他的子民们做出汇报。他们带出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花了40天，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呢，强壮，城邑也坚固跟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但是那10个探子同时也做出主观却没有信心的判断。他说，我们不能够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以色列民听见就喧嚷，并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甚至要另立一位领袖带领他们重回埃及。他们已经忘记了昔日在埃及为奴之地所受的痛苦，他们在这个胆怯跟不信的这个氛围当中，
这时候加勒就撕裂衣服，大声地发出信心的宣告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看到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分野，大家去窥探的都是完全相同的事物跟地方，但是却产生不同的判断。有一句话说，有信心的人看到困难中的机会，没有信心的人看到机会当中的困难。可惜的是，这个信心的呼喊被拒绝，并且百姓要用石头打死他跟约书亚，迫使上帝的荣光向以色列民显现，阻止百姓的恶行。加勒跟约书亚跟那位十位探子不同的地方，是那十位探子把那些巨人的力量跟他们自己奴蚱蜢的力量相对比，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却把他们跟全能的神来相对比。十个探子是定睛在那巨人的身上，加勒跟约书亚却是定睛仰望神，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根源。那地有可怕的巨人吗？当然，但是他们不过是食物。正如有一个作者幽默地说，巨人越是巨大，面包就更大。他们看见神比巨人大千万倍，因为唯有信心的眼光能够显示出属灵征战靠神得胜的事实。第二方面，加勒的一生是持定应许攀登高峰的一生。当加勒进入应许之地已经是85高寿，多数人只想到在这个时候当有的安全感跟一个舒适悠闲的退休生活，可是加勒具有不同凡响的信心。在他看来，老年人不是渐趋衰退，而是攀登另外一个属灵高峰的开始。事实上，他最后的年日也是他生平最精彩的年日，因此他竟然向领袖约书亚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要求。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那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加勒在灵性上是一个大有勇气的人，他没有要求肥沃的山谷或是容易攻取的地方，他却选择了敌人最坚固的山寨希伯伦，而且对手是最高大的亚纳族人，是巨人亚纳族人的起源地。约书亚15:13-14这样说，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当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为什么加勒要夺取希伯伦成为他的产业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希伯伦也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之地，是圣地，他们的列祖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他们大半的岁月。亚伯拉罕曾在希伯伦居住，并为耶和华筑坛，与神相遇，得到神的祝福，并且赐下那地给他的子孙为业的应许。后来亚伯拉罕跟撒拉都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不单如此，利百加、以撒也在此居住，也是葬在这里。后来雅各、利亚也下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里。因此这个地方
对以色列整个民族来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迦勒要得回这地，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地有不得不夺回的必要性。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他要成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承受应许之地为业的一个榜样，让以色列各支派明白，他选择最难攻取的地方，而且是靠着神得胜。同样的，他们也可以靠着对神的恩典来征战得胜，取得他们已经分配但是尚未得着之地。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能够完全赶出那些外邦人，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没有将他们完全赶出去，迦南人能够仍旧住在以色列人中，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缺乏信心，所以没有能力赶出迦南人；第二，是因为他们闲懒散漫。约书亚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迦勒愿意成为他们靠神得地为业的一个榜样。第三方面，迦勒的一生是一个专心跟从，而且是一个征战得胜的，对他来说的秘诀。迦勒除了对神这个有信心，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信心的秘诀就是因为他专心跟从神。除了摩西的见证他是专心跟从神的人，迦勒自己的宣告也是这样，但我专心跟从神。那么而神也亲自为他做见证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因着专心跟随主，迦勒因此能够不被同胞的怨言所影响，不因为无辜受累在旷野漂流40年而埋怨，他也能够完全顺服神旨意的安排，专心的跟随，使他最终得到希伯伦地，是神与他列祖亲密相交的地方。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迦勒一般，永远不停止来追求，不甘安逸，勇敢攀登属灵的高峰。老年不是退休的同义词，也不是灵命停滞推脱之词，更不是怠惰的一个借口。老年基督徒应该成为年轻人信心生活的典范，侍奉生活的榜样。对迦勒而言，将这三地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托付。我们要请问的是，弟兄姐妹，你的三地神给你的托付在哪里？在家庭或是职场，在教会的侍奉或是宣教的职场上。愿将这三地给我的信心同样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阿们。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第一方面，面对迦南地的巨人，十个探子的信心是定睛在巨人身上，所以他们失去对神的信心。但迦勒跟约书亚是定睛在神的大能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神在我们世上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在任何的难处当中定睛在神的身上。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亲自来施恩的带领，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学习无论任何巨人般的一个难处，主啊，都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比巨人大过千万倍。耶稣啊，赞美你，赞美你，常常调整我们的眼光，荣耀归给耶稣，赞美你。亲爱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面对生命中这些巨大的困难时，
主啊，好像洪水猛兽朝门而来。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定睛在这问题的本身，而是单单定睛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全能的神，主啊，你是万物的主宰。主啊，再大的问题也不会比我们的神大。主啊，愿我们像迦勒一样，有从神而来信心的眼光。主啊，当他身边的人都还在质疑、还在胆怯的时候，主啊，他专心的跟从耶和华。主啊，他定睛的在你身上，专一跟从你。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愿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眼光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愿我们成为众人的榜样，带领众人一同来跟随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的名。阿门。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祷告。老年时的迦勒也是充满上帝的能力，他愿意选择那个最艰难的地方来攻取，成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一个榜样。所以也求主赐给我们有没有相同的心智，在教会当中越是有名望，越是一个领袖，我们越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让我们看见迦勒的榜样。主啊，让他主啊，纵然主他的年岁好像是一个85岁，但是主他不是因为他的年岁的增长，主啊，他年岁的老迈，主啊，他就拒绝主你的呼召，主乃是他更加的主啊来依靠你，主啊更加的有信心的眼光来跟随你，主啊在众人当中，主啊成为众人的榜样，引领众人去得着那主你所应许的美地。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你的呼召当中，主我们看的不是我们的年岁，看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主啊乃是单单的来仰望你这一位主啊有能力的神，主啊这位带领我们的主，叫我们有信心的眼光就来跟随你，知道主啊你的呼召，主啊是从你而来的，主啊你的呼召是从你会为你的呼召来负责到底的，主啊帮助我们，就叫我们能够带领众人成为众人的榜样，不惧怕的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三方面，我们要来祷告。迦勒对神有信心的秘诀，就是专心跟从主。那么在让他在困难当中不会发怨言，让他能够坚持到底，跟随主不动摇。那么求主也让我们一生可以像迦勒，专一跟随，直到见主的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这有罪的人性本来就不会专心跟随主的，主但谢谢你用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与我们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使我们心里面有愿意跟随专注于基督的力量。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使我们在面对任何的患难与困难的时候，主我们不再往外看，主让我们往里面去寻找你，主让我们去里面来寻找耶和华我们的救主，主用你的话语来将我们救活，主用你的圣灵的力量使我们里面的力量重新得着刚强，主使我们有专心跟随主的心智。主啊也祝福我们众人有
加勒的榜样。主，加勒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他都愿意忠心的专注跟随主。主，祝福我们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成为下一个世代年轻人的榜样。主，使我们也用专心跟随主的心智来影响我们的下个世世代代。主，让我们这世世代代的人全心全意都在主的面前。主，因着你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专心跟随主。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加勒专一跟随你。主啊，不发怨言，完全顺服。主耶稣啊，将这三地给我的信心也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所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有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三地。主啊，无论这三地多峻，主啊，多么的困难，多么的高耸，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克服三地的困难，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将你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可以在你的面前全然行出来，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的肩